免费获得蛋币的方法。原本是要给朝蛋勋章的，但是 Bob 所以变成蛋币，所以不拿白不拿呀。首先我们点到乐园里面，点击最上面这个 Take me there， 进来这个页面后点击左边这排第三个超自然真蛋社，这里总共有三关任务要过，过完随机两关就能领到20个蛋币。每一关里面都有不同地图可以玩，每一关都需要游玩通过一次地图与游玩随机三张地图，完成随机一个整关任务就能获得奖励，其中游玩的三次直接进去地图再跳出来就可以。比较难的是其中有一张地图需要通关，那么瓜子们白嫖蛋币的机会赶紧冲啊。最后问一下，到底谁在帮我刷集结新手蛋的任务？我看到真的快笑疯了，别再刷了啊瓜子们。想继续看更多有关蛋仔的搞笑片段、逗趣实战画面，又或是想要抢先看到蛋仔的第一消息、参加任何抽奖活动，记得关注我哟，也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有时候会办抽奖哟。